不要以为见到我就是进了天堂。会飞的猪七七到底有几只猪？有几只猪？聊天室有没有？你们还有会飞的猪76的吗？78、79、100？有没有？阿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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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阿妈妈妈妈。听说这样子讲话很可爱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刚这样试了一下，我好像有点可爱耶。哎呀，我好像有点可爱耶。掌握到了可爱密码。保护我方防御塔。哎。你怎么已经缠成这个样子了？你还好吗？管他呢，上吧！我们中路已经快暴毙了，草莓要不要去帮人家补一下？去帮他补一下好不好？嗯，我感觉他好像知道。再快一点！哇！立即撤退！我方英雄。就说嘛，你在奇异博士面前选出来，那、啊、你要留后路啊，你不能三季先开吧？三季要留着回去、啊。海洋榜厉害的是7475，干的跟人造人一样哎、欸。18号、17号、100号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数字越强越厉害啊？稳住，稳住，我凯瑞。哇，上路暴毙，他刚不是很厉害吗？啊！保护我方防御塔。他怎么好像就没想过要撤退的意思？神圣飞羽，这个人是怪怪的。我方英雄被击败，只会往前呢。哇！完了，古一是不是大意了？他死掉了。怎么2-5啦？保护我方防御塔。队友送慢一点，送慢一点，慢一点 ，slowly slowly。Please slowly. OK， 这个早死吧。管他呢，上吧。没事，吓吓他。立即撤退。他后面有个斗篷在保，要打硬杀是有点困难。大哥，积蓄能量。我就最挺你，还好我有来看你。真不知道我刚没有来会发生什么事。我就像Faker一样啊，随时随地都在切画面看队友。哪里找到这么有心的一个人？眼观四面怎么样？耳听八方。到了吗？就是一个有观念的打野，随时这样一直切画面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哦，晕不晕？晕不晕？晕了吗？你看，你看，哇哇，这样哦，好晕哦！天哪，这人也太会了吧！各种切窗哎、欸，他应该不敢撞过来了。没事啊，我也没有过去的意思。哎呀，我来开路。这就是。死！敢在我面前开大就是找死，干嘛、啊？天使降临，积蓄能量。被回溯啦！我刚本来想搅瞬移，看到我被回溯就算了。哦，漂亮！来，廖学兵秀一下啊！被回溯了，唉。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，可惜呀、啊。OK 吧，5-6，我拿4颗头哎、欸。哎，我选天使是来累的，真的就来 K 旅的。再快一点！
管他呢，上吧。天使也要来反野的，知道吗？我出错装了，直接出到暴击了。那我没关系，我们将错就错了。本来要出双刀的，算了。看来好像也不用了，直接给他爆下去吧。好，所有人都去跑线了，我们就中路带一波 B 线。他以为他打得赢我，你到底哪来的勇气啊？我不好意思。天使，啊，好臭啊！他出哭了，干啊干，怎么？我的天，干丑哭了，丑哭了！欸，对耶，为什么 Faker 玩游戏都不会尖叫啊？明明有时候这种 MOBA 游戏玩起来就像恐怖游戏啊，你不觉得吗？突然之间就杀出一个人，突然之间，欸，干，怎么会发生这种意外？你人就会不自觉的叫出来啊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Faker 都不会叫。我来开路，就快了。还是因为他不是人，他没有一般人有的那种情感，他是神。管他呢，上吧。哇，刚好没兵，我想要直接秒杀那个他。啥玩意？切菜哦，嘴起来喽！啊！啊！这就是太早把位移交掉的缺点了。敌方防御塔已被摧毁。哎，哎哎！哇，你这样子，那我只好进去喽。OK， 你要这样子玩的话，那我也要一起哦。啊，可惜啊。我来开路。怎么可以他自己去玩？你看他刚刚已经不把对面当人打了。不答应。就你在爽，我也要爽啊。不过我现在不能站太前面了，他一定会晕我。我现在很脆弱，被晕到就等死，除非我带个解控，但是太脱妆了。大不了就站后面一点嘛，给你啦，没有要跟你拿的意思。管他呢，上吧，就快了。我怎么一个助攻都没有啊？我真的是一个助攻都没有了。哦，被回溯了，会有事吗？哎呦，不要害我被晕嘞！来了，你拿吧，再抓呀，再抓呀！来，你要保哪一个？你要保哪一个？保给我看，保给我看，保给我看！啊，没了，嘿嘿，没了。啊 ，Faker 老了。如果我是当年的 Faker， 就全杀了。Faker 老了。哎呀，只普攻到一下。管他呢，死光光喽，没喽没喽，游戏结束喽。OK， 双吸可以吧？并不是我要沾那个古一的光哦，我是觉得前面没有我这样他也起不来啊，是不？其实也不会，我觉得这把他其实是无敌。这把古一可以直接秀全部对面的角色，角色问题啊，对面这个阵容拿他没办法。游戏结束，这索尔到底有没有存在感？他当着我面丢大绝，那前期那一波直接被我秒杀，哎，毫无游戏体验，好可怜。44.4，44.4，什么意思啊？44.44，一个助攻都没有啊！这样怎么跟人家角逐 MVP？ 玩的只会拿头，却不会蹭助攻，可怜。我也要去改名了啦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是会飞的猪78号，87号也可以啦，感觉这样子上分会比较快，以后大家看到我都要给予点尊重。我是会飞的猪。